以前的戏大部分这些动作，但是这个戏这个电影主要，因为我看中我跟女儿的一段爱情，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借这个戏，因为毕竟那个这个新的导演，我们做了那么久的戏，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新的导演能够完成他们那个心愿。먼저이작품을하게된가장큰이유는이전에찍었던영화는주로이제아무리경찰역할을해도액션위주였는데이번나이트폴에서는딸과의사랑이굉장히깊게보여지는 작품이어서선택을했고요또하나는나이트폴의감독님이신인감독님이에요그래서신인감독님이이제영화를만드는데있어서그의꿈을실현시키는데큰도움이되기위해서이영화를선택하는데큰이유가됐습니다这个导演拍完这个戏之后很成功，但是呢，他现在开要快。拍另外一个电影了，但是演员不是我，但是呢，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一个循环的，还有新的演员，还有新的工作人员，继续可以赚钱。那我们拍戏是因为我帮一个新的导演，希望可以把那个电影业可以继续下去。사실나이트폴의감독님이이영화의성공으로인해서지금이제새로운작품을연출하게됐거든요물론출연한배우가저는아니지만그성공으로인해서다른배우또다른스태프들이또다른작품을통해서수입을얻게되고돈을벌게되었잖아요너무나기쁜일이고그런또순환작업들이저로하금또다른또관객들을만들어서저로하금또다른작품들을할수있는이런환경들을만들어주기때문에그것만으로도굉장히기쁜일입니다我是一个100%拍很多自制港产片的一个人，所以呢，从那个拍那么多的电影呢，港产片我拍的最多了，拍的最多。那金导演，我们每一个地区都希望能够有一些经典的导演，能够拍一些有反省思想的一些电影，但是我们也就同时间。要拍一些好像 Night Force 盗贼们的那种很商业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才是给观众多一个选择。那艺术的电影对每一个地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那商业电影也是很重要，应该来个平行，我们给观众多点选择。所以我在香港虽然现在蛮困难的，在香港拍戏拿经济很困难，但是我都能够拍那么多的香港片，是因为我会把价钱降低，是扶持一些新的导演继续拍香港片。저는 100% 홍콩영화를지지하는그래서아마많은홍콩배우들중에제가제일많이홍콩영화를찍은아마홍콩배우일겁니다그럴정도로저는홍콩영화를굉장히지지하는편이고요그지금말씀하신김기덕감독님영화같은경우는사실김기덕감독님의영화는굉장히필요한영화예요그김기덕감독영화처럼어떤사상어떤인간의반성이런것들을얘기하는영화는반드시필요한영화라고생각을하고동시에나이트폴이나도둑들처럼상업적인영화도필요합니다영화는예술영화와상업영화가동시에평형하게존재를해야한다고생각을하고그거는관객들한테선택을할수있는기회를넉넉하게주어서관객들이선택해서어떤영화를보아하는것인지를선택을할수있는기회를주는것이전중요하다고생각을하고요그거는어떤면에서는둘다동시에존재를해야된다고생각을합니다그리고사실지금홍콩영화가자금난이라든가여러가지원인에있어서많이만들어지지못하고여러가지어려운점이있지만저는개인적으로제개런티를낮춰서라도홍콩영화가저한테다가오면반드시어떤식으로든지꼭출연을해서만들어내게하는그런작업을하고있고특히신인감독영화같은경우는저는반드시좋은작품같은경우꼭만들게하려고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야지만이홍콩영화가더살아날수있기때문입니다因为一些艺术片艺术导演最能够把每一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放在一个电影里面以后50年100年他们都会拿一些电影作为一个参考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历史每一个年代这个历史的见证예술영화는어떤한세대한시대가흘러도50년후에도100년후에도어떤영화라는작업을위해서참고할수있는하나의역사가되고하나의자료가될수있습니다所以呢，我拍10个商业电影，总有一部是那个不商业的电影来，我自己再玩一下，再开心一点。그래서저도사실은10편정도는상업영화를찍으면비율적으로그10편중에1편정도는예술영화를찍어요对，有时候，
比如说前几年我也会坚持一些比较艺术电影，对，所以呢来个平行就好了。最重要就是电影圈每一个演员观众，我们一起玩，玩得开心，你们看得开心，看得开开心心，大家一起开心，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款。 저도 이제 몇 년 전에 또 한 일정 기간 동안 좀 예술 영화에 출중한 경우도 있었고요. 그러니까 저는 개인적으로 영화라는 작업을 즐겁게 하는 배우입니다. 제가 좋아하는 것들을. 그래서 배우라는 직업을 갖고선 즐겁게 영화하는 사람이고, 그리고 또 관객들한테 즐거움을 주는 사람이고, 영화를 만드는 사람은 그냥 즐겁게 내가 좋아하는 일을 하고 또 관객들한테 좋아할 수 있는 것을 보여주는 사람이 저희 직업이거든요. 그러니까 영화는 정말 즐겁게 하는 거고 즐거움을 주는 작업이기 때문에 그렇게 즐겁게 해나가는 그런 일을 계속하고 있습니다. 你家姐个反，等我明白咗。大家都珍重嗰啲乜嘢？而家最大嫌疑嗰个系，本身唔系佢。